Thank you.
音乐家表演。那也谢谢富安教会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。然后明天晚上我们还有另外一场很精彩的表演，如果大家今天晚上听得很高兴的话，请明天带你们亲朋好友一起来欣赏，我们欢迎大家。谢谢。